有快一点呢、啊，还不是很慢的节奏哈、啊，因为我想在最短的30分钟里面可以大爆汗了、啊。有缘进来的朋友呢，你们可以的话就帮老师分享出去，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先，好不好？我的平台，我的节奏，你会接受，我是李丽珠，再次在这里再呼吁一下哈、啊，8月26号呢，老师将举办了我平台的3周年的纪念日哈、啊，所以呢，我很希望来自全马朋友的粉丝朋友，甚至外国的朋友们呢，可以抽空来参加我这个难得在一间非常豪华的 Hotel Ballroom 举行我的3周年，好不好？Tomato， 这样可爱的名字的 Tomato Agnes Zhu， Gina Lee， Good morning， Vicky Wong， OK， 准备好了吗？如果有跟老师同步的朋友，一定要穿上正式的运动服、运动鞋哈。如果没有同步的话呢，就留在老师的平台，跟老师说爱心、说留言、说分享哈，把这个视频来收藏起来，好不好 ？Justin Lam， 美凤 ，Beth， Serena， Vicky Wong。Are you ready？ 老师的平台运动一路来都是怎样？没有放弃，只有坚持。Let me go。喜欢你。
喜欢老师安排的嘛，喜欢的话送爱心，送礼物。
好，快点！
Thank you.
来，我们进入垃圾堂，给他第二次的大爆发啊！
因为呢，在这个平台可以认识大家呢，是老师最大的一个福气，也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哈。所以不要等了，我们等着你，加油！我最爱的粉丝的朋友们，我是玲玲，祝。天啊，好好休息啊！我知道很多人今天是星期一啊，这个时间大多数88%人都在上班，但是无所谓啊，只要你们有看老师的平台，有留守老师的平台呢，看到了就把它收藏起来，几时想做都可以，你要早上、傍晚、下午都可以啊，运动没有分时间，只要把时间腾出来，你就可以做运动。拜拜，老师关播了啊，欢迎，拜拜。Oh.